你帮我看明细好不好？何家人，帮我看明细好不好？很重视忠实同性的，大家在一起工作就是做事，做了有成果了，我就建房子。建房子的时候呢，他主堂先建，然后旁边就建房子，大家就聚在一起，这个叫做火房。哦，这个火是一个成果的果，一个多，这个火房，也就是成果有建房子的，就是火房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三合院、四合院，圆形的、半圆形的，它是叫做围龙，这样。那我们这个陵园地一般是什么堂？什么堂？哦，我们原来是史平堂啊，一开始是史平堂，那是2000多年前那个周文王的时候，他第15个儿子。叫做帝高传，哎，帝高传下来的后代就是史平堂。那1000多年前，东汉朝那个刘邦被篡位以后，他的后代刘秀就找了几个将军，包括我们的祖先冯异，异就是一个田一个贡，哦，后来大家叫他大树将军了。因为大家在打赢的时候，在主帐，主帐篷在那论功行赏，他就跑到大树下面去想下一次要该怎么作战，所以大家都说他是大树将军这样，哦，他是这么来的。他那个后来刘秀呢，就叫他去赶那个匈奴，第一个把匈奴赶回他家乡的，就是我们，所以后来就被他评为。叫做平西大将军，来，我们三个下面。看我们到里面还是下面？啊，到里面，到里面。我们姓冯，我们客家人的那个对辈数很重视，所以我们请我们最长辈的，最长辈的。所以辈分他现在最高，哎，那给的是董事长。刚才报道，我们一群客家中心都会集合在一起好几次，一段时间长。对，我们是客家人，是每年过年过节一定全部要回来这边办，集合在这边。来，外面要用手啊，外面用手拜。来，你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我们请长老尊敬。八十三杯，本是菩萨啊，众子一个啊，我们的尊敬祖先，今天非常欢喜啊，台北市长。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，到平潭来，祖先来，来这里菩萨拜访，非常感谢希望祖先来，感谢菩萨保护他的是这个总统大选。要道歉，好，直接喊一下 ，you 哦 ，you 哦 ，you 哦，健康康，我们请祖先保佑我们柯文哲市长，顺利当选总统，好不好？好。中间受伤了。
们这个比他现在还辛苦，是吧？这边讲，我们先出去好不好？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就过去哦。来了来了，啊，就过去，啊，就过去。我们先到前面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先让媒体记者先出去。先让我们注意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还没有全部，还没有全部。柯市长，你说总统好啊？柯市长，总统好。柯市长，总统好。柯市长，总统好。柯市长，柯市长，柯市长，总统好。啊，当选了，总统好，要不要当选？到多上去啊！哎，我的乡亲，哦，跟我想要知道的，还帮到大家拿手机准备好了。小七七，快点鼓掌！小七七，大家鼓掌！来，这边站。来，要拍照的从这里排队。好，好，赶快去报名。好，手机准备好，开好照相模式。好，手机准备好，开好拍照相模式。来，来，手机给我们，来。来，手下一位的手机，我们排队的好，排队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位手机给我们，来换下一位。来，往后排队啊，这边才不会淋到雨。来，下一组的手机给我们。来，来，手机开好，拍照模式给我们啊！帮忙接手机过来，帮忙接给他。手机开好，拍照模式啊！来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好，来看前面哦，来，一二三，来站住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帮忙手机开好拍照模式给我们工作人员。哦，你要帮忙加入看检查他们有没有开好拍照模式。好，来给他，哎，不要紧张，没关系，来，把给你洗了，一起啊，都一起啊。啊，谢谢，来，开始吧。停，一二三，停，再站好，好，谢谢，坐不下，
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哈。我来跟这边的哦。好，一二三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从这边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没事吧？来，我们排队好不好？好，这边请主人家，主人家先，没关系哦。主人家先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嘞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对，来，我们要排队往后面排队啊，哎，好，来排好兄弟，排要排队往后面，要排队，要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你们这边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一二三。来再一张哈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来来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还在美浓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客家的大宅院。阿北现在正在跟这里的客家乡亲们合照。我还没要，我也想听到你讲。好，来五四三二。我特别想听一下他现在在高雄，他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几乎都是在。等等。来，看前面哦，来，一二，对，来，
再站好了，一二。刚有照了，你跟他合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看前面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再站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吗？可以可以。是美容窑，我们到美容窑的时候再开直播吧，各位，拜拜。